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你们这不是听书，你们起哄来的，这是啊，好开心。这个咱们这书叫冯天琪闹通州，这书啊我挺爱，但是有的人不喜欢，为什么呢？神鬼妖狐，有人说这瞎说，世界上没有鬼，没有神，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。怎么说呢？见仁见智吧。其实茫茫宇宙很多事情是科学无法解释的，只能说我们的认知度是有限的。用句老话呢，不妄言之，不妄听之，也就得了。当然了，这个中国人跟外国人呢，在对鬼神的态度上还是有区别的。中国人呢，敬鬼神而远之，而且说了，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，就是咱们的老话。外国人差着，外国人对鬼神是一个很开放的态度。你包括咱们这儿，你七月十五，甭管是清明什么的啊，晚上找一十字路口烧点纸，就算是跟鬼沟通了。外国人没有，外国人到万圣节的时候，万圣节都知道吧？每年十一月的一号是万圣节，但人家过呢，过万圣节前一天，万圣节前夜啊，十月的最后一天，都抹上这个妖魔鬼怪，化好了妆。满大街溜达去，他觉得这个挺好。大前年吧，我们在美国演出，然后那一年的万圣节赶在拉斯维加斯，我印象很深。酒店里边、楼道里边、马路上、赌场里边，各种妖魔鬼怪化妆化的那惨着呢。啊，我们也出去看看去了。于老师、于谦老师跟我们一块去，外国人看于谦吓一跳，嚯！哦，这化妆化的惨啊！所以这个东西呢，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啊，一说一乐，听个开心，说书唱戏，这对我来说是最高兴的事情，因为我也没有别的手艺。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啊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，你要这样以后每集给说十五分钟啊。哈，接演冯天琪闹通州，这是一个长篇的大部头，分这么几部。它不像别的故事说个十集十二集就完了，这个说个十几集算是一部，后边呢还有三百多部啊，请大家锻炼身体，好好的养着啊，一定在有生之年听我说完这个。当然我得先健康啊。上文书咱们讲到了贾登云，贾登云啊也是倒霉催的，跟人家冯天琪啊较劲。冯天琪吃了老道给的香球之后啊，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排出一些气体来，啊，香的都不行了，谁都爱闻。后来拿来当生意来做，街里街坊请到家里去给熏屋子，挺好。消息传开了，这位浪荡公子贾登云也学这个。但是人家那是老道给的，他没有，他跑到关帝庙去了，把香炉里的香灰弄回一盆里，和好了之后搓成丸子吃，吃完之后便秘，然后又吃这个泻叶啊、什么巴豆啊、黄药这些东西往下打，还让这伙计们蹲那闻，看自个儿的香不香，弄这些在一脸啊，气坏了，认为这是关二爷整蛊他。于是来在了关帝庙手扶香案，大骂关云长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也许是扶着香案子触碰到了神像，也许是关二爷显圣，反正周仓手里这口大刀下来了。刀一下来人就傻了，贾东云往后一躲，脚底没站住，坐地下了。这刀下来直接奔俩腿，啪，腿砸折了，没掉，
多少呢，连点筋儿，但这俩腿也算是断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哭得都不行了，妈的妈，我的老喽。后边这些个家丁奴仆狗腿子们全跑上来了啊，抬着回家养伤去呗。养完伤之后，这个腿啊一直有问题，怎么呢，颜色跟原来不一样，逐渐的发黑。让贾登云先养伤，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冯天琪。自从姐夫宋佐深夜遇鬼死了之后，就剩他跟姐姐了。他可是有好几个月没回永定村了，得陪着姐姐呀，天天劝着，要不想就哭啊。一晃好几个月了，逐渐的就好多了，说姐姐我回趟家吧。那这些日子也没回去，家里边收拾收拾，看看门窗怎么样，待个几天呢，再跟家里的哥们们不错的朋友聊聊天，都见见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还回通州来。行，兄弟你去吧，想着早回来，姐姐想你，您放心。临走的时候给兄弟拿着钱准备的吃的，包括之前还记得那个要了九十几家那面跟香油吧，啊，姐姐说这也别糟践了，把这面和好了，拿香油啊给炸了好些个干粮，带回家吃去吧。送到大门外，千叮咛万嘱咐啊，这个早睡觉，别熬夜，多喝水，完事收拾收拾，没事就回来，别惹祸呀。姐姐疼弟弟那是真心实意的。这说完了话，冯天琪回家，到家之后一瞧呢，还那样，怎么呢，一个小院，他要不回来也没人找他来串门来，归着归着吧，扫扫地，桌子上有土都擦一擦，把被子拿出来搁在外边搭好了，拿太阳晒一晒。家里还养着鸡呢，他这个鸡啊就跟散养一样啊，没事也外边跑出去吃食去。家里什么都有，鸡狗什么这个猫，反正这些他不在呢就都出去自己玩去了。他一回来呢，这几件也都回来了，拾掇拾掇嘛，又找这个不错的朋友们见见面，大伙喝个酒啊。回来睡觉就挺晚了，转过天来起床，按现在钟点说得上午十点多，将近十一点这才起来，把被子蹬开了啊，地上有一个夜壶，夜壶现在是用不上了，过去家家得有，为什么那会儿屋里没有什么洗手间，那怎么办呢，就单有这么一个像是瓦罐呐、啊、或者陶的呀，什么粗陶的这类东西，就撒尿用的，那叫夜壶，晚上跟屋里尿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得倒这个，拎着就出来了，一推门往外一走，嘿，阳光明媚，天气不错，心情大好，挺高兴的啊。往外一走呢，院里站着那鸡啊，他们家这鸡啊它也是不道不正，人家那鸡啊它早上起来五点多六点叫唤，他们这鸡可能刚起，一条本家起来了，鸡也起来了啊，大公鸡站在那儿叫唤，我去咯，其实是咯咯咯，但冯天琪听着不顺，听着说是不几根，拿手一摸这脑袋很生气。前文书咱们交代了，冯天琪生有异象，大秃脑袋，脑袋跟茶鸡蛋似的，一根头发没有，也没有这眉毛，也没有这胡子，也没有眼睫毛啊，就是鼻须很长，大家自行脑补一下啊，你想这挺秃哈，这是两嘴啊，没事玩这个啊，他厉害啊。你说这不几根呢，他就摸摸脑袋，讨厌，你管我呢，一回头啊，这边站着他们家那狗，小狗也站起来了啊，小狗也叫呱呱呱呱呱，其实是汪汪汪，他听着咣咣咣，哎，这讨厌啊，你们这诚心开玩笑是吧，我有些日子没回来了，不够你们拿我改的啊。再往这边一瞧呢，窗台上趴着猫，猫也叫兔片兔片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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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躲给我这啊，讨厌，开开大门往外走。他们家是住在村子的东头第一家，
往前走就是河边啊，来到这儿了，拎这壶啊往这儿倒，他是想泼到河边，没想到这一泼呢手滑了，把这夜壶扔出去了，整扔到水里头，哎哎哎，一愣神的功夫，你想啊，这壶上有个眼儿，夜壶上带眼儿啊，掉到这个水里边也出声音啊，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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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。翁天琪心说我要死吧这是啊，但这够着也够不着了，他往下沉呢，吐吐吐吐吐吐吐，到沉底了不吐，不吐也不要你了，哎，怎么那么讨厌呢，还真是的。转身往屋里走要回家，这一转身朝那边石头上坐着一人，谁呀，就是前文书咱们讲的那位老道，他俩人认识，这老道啊一米五几一米五二就是类似这个头，大长头发，高管牛心发短，脑袋要这么大，上面牛心发短那么大，头发太茂盛啊，眉毛耷拉到这儿，胡子到这儿，眼睛往忽闪忽闪的啊，坐在这跟小毛人似的啊。冯天琪认识他呀，朋友啊，这一回都瞧见了，长这么些毛有意思吗？给我云云得多好啊。老道乐了，天琪，毛毛，你会说人话吗？不是咱们认识了吗？原来喊长毛你说不好听啊，喊毛毛啊，我尊敬你吗？这我不跟你斗啊。那个，你昨儿回来的？啊，回来我就有好几个月了吧，打我姐夫没了我就没回来，回来我照应照应，看看家里有事儿没事儿。哦，家没事吧？家有什么事啊？没事的话，你今儿还回通州吧？干嘛呀？怎么叫干嘛呀？啊，你不说家没事吗？没事，你现在收拾收拾，赶紧回通州，回我姐那儿。是啊。我刚回来，我还说玩两天呢，好几个哥们约我喝酒，我这还没完事儿呢。喝酒不叫事儿，你听我的，你姐姐那儿用人，你得赶紧去。什么玩意儿用人呢？老王怎么跟家呢？不是，你没明白，你姐姐要生孩子了。哎，我弄死你，你信吗？嗯，我姐夫死了。就剩我姐姐一个人，这将近半年了，守着寡，天天我跟着跟着，我这刚回来一天，她要生孩子，你说这是人话吗？这个不是你呀、啊，你听我说，因为这个就太复杂了，一句两句我也说不清楚。嗯，反正这样啊，我告诉你了，你要收拾收拾，现在走啊，赶到头天黑能到你姐姐家。你要是到了呢，什么事都没有；你要是天黑之后到啊。这场麻烦就大了，什么麻烦呢？你看我说不清楚，你要去赶紧去，好不好？反正我把话捎到了啊，得了，我先走了。一转身，这老道就没了。哎，毛毛，小常，不知瞎喊什么了啊？你看，人没了，进屋吧，进屋，洗脸，洗手，收拾收拾。做了壶热水，自个儿呢有一大瓦罐，沏的壶茶。中午吃点什么呢？昨天晚上带回来的，好歹吃了几回也不饿，就喝点水，躺在这个床上了。昨天喝点酒呢，稍微高了一点，这会儿呢宿醉未醒，躺着还琢磨了，我听不听他的？他说这个那个状态那个样是好话。但这个词儿听着不像人话，我姐姐这不可能啊，怎么就要生孩子了？一点过程都没有，是不是？突然间一天就生孩子了，这是胡沁呢。可这个老道也不是一般人，他说这我到底听不听呢？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到。哎呦，琢磨来琢磨去啊，睡着了。本来这酒就没醒，
中午吃点东西喝点热水呢，这盹儿上来了。他本来想躺一会儿，躺着躺着呢睡着了，再一睁眼，和现在的钟点说，就是傍晚五点来钟，天都擦黑了，坐起来了，那有凉茶灌了一大碗，这点盹儿彻底醒了，天都黑了。老道说让我回去，他要求天黑之前到，说天黑之后出事儿。啊，我听他不听他呢，可我现在走也天黑了，得，我先去再说啊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到那儿再看吧。走吧，把窗户关严了，东西收拾收拾，穿好了外衣，把门插上，往外走。列位，他住这地儿是永定门外永定村，姐姐呢是住在通州张家湾前面一点。按现在来说吧，要是不堵车的话，要开车挺快。当然，你要说真堵上了，三天到不了也很正常。可是那个年头，明朝嘉靖年间，他没有别的交通工具，对不对？就是走着走，要不然呢雇个小驴儿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趟道也不近了。那一折腾就得将近一天。他是傻得笨粗，又有劲儿，走起来也快，就这样。走到通州，按现在的时间说，夜里边十一点，人进通州，这个天气可就上来了，这个雷呀，嘎啦啦，嘎啦啦，雷声阵阵，紧跟着这雨，哗，雨就下来了。呵，这事儿闹的啊，怎么这么讨厌呢？啊，也没带把伞。这大半夜的我上哪儿去呢？正着急呢，往前一跑啊，一瞧这儿他乐了，有个庙，庙门口挂了一块匾叫三教寺。三教寺不光通州有，全国好多地方都有三教，佛道儒三教都有啊，也供如来佛，也供着孔圣人，哎，也供着老子，就这三教并存，但有这么一种庙啊，三教寺。哎，三教寺避避雨吧。紧跑慢跑来到跟前，站在山门这儿，啪啪啪的砸门。开门嘞，谁在呀？快点哦，快出来人不，出事喽，了不得了，别睡觉了。不是我吓唬你们，再出来晚一点儿，我就湿透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听里边脚步声音，呀呀咣当当，门开了，探出半了身子来，是一个小和尚，看这个年纪有个十八九，脑袋剃得锃亮，长得还挺俊，眉清目秀，一小和尚，认识，这和尚叫惠安。为什么认识呢？因为之前呢给宋左办白事的时候，请和尚念经做法事，来过三教寺，见过这和尚啊。一见面呀，这不天齐吗？哎哎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那个谁，这会会饼不是会会面，你会什么会安啊？会安，好，快快快，赶紧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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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进来了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我，还回家，今儿回来回通州，没想到下雨了，你看弄我一身。你进来进来，上这屋来吧。顺着墙根走，这边单有一间房子啊，给让进来了。快把那个外衣脱了吧。先把外衣脱了，就是拧拧水，抖楞抖楞，哎，搭在这个椅子背上。这个屋子并不大，靠在紧头墙那呢有一张床，这边呢有个五凳，有两把椅子，有一个小茶桌啊，然后这个桌上面呢有这么一个蜡台，点了一根蜡。你快坐快坐快坐，我给你弄点水去。惠安跑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拿着一个壶一个碗进来了。茶也不好，你凑合喝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喝不着好坏了，来来来，倒上倒上啊，倒上了，这儿喝着，嗯，还真是不怎么样啊。是我们的不能喝太好的啊，快坐。那个
你吃饭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我出来的时候就也不饿，然后这会儿跑的是有点饿了。你有什么吃的吗？我们这儿就是有粥啊，有什么馒头啊、咸菜什么的。行行行，你好歹给我弄点来吧。小和尚跑出去了，一会儿工夫回来了，弄一盘子俩大馒头，旁边小碟儿有块酱豆腐，有点咸菜丝儿，还端了一碗粥来，拿双筷子，你凑合吃一口吧。哎，不要紧不要紧啊，不嫌刺不嫌刺啊，是吧，大馒头就咸菜，气势吭吭的饿了呀，连粥带菜全吃完了。行了，吃饱了，谢谢你啊惠安。不客气不客气啊，好家伙，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呀、啊，赶着大半夜的了。嗨，这嗨谁知道，行吗，我也没想今儿回来，这个我跟你说不清楚啊，你行都收拾吧，说闲话呗啊。这儿归着东西，小和尚端出去了啊，他自个儿坐在这坐着。这是那门，他跟这儿坐着，这是桌子，这点着那蜡，最后这是那床，床就紧挨着墙，坐着坐着，嗯，看着外头下雨，打雷，咔咔，这雷呀，就好像围着这块转，啊，还不是闷雷，是炸雷，咔咔，站起来了，站在屋里边啊，门口这儿，借着窗户往外看，瞧这雷。闪电的亮的都不行了，心说这雷干嘛老围这儿转，瞧着这雨如倾盆的，猛然间一瞧，哎呦喂，这个门外边是棵大树，这树很高，像是几百年的大树，两三个人搂不过来呀、啊。往上一瞧啊，这树上头没到树梢，树的中间三分之二往上，在这树杈上边站着一个小男孩，这小男孩要说岁数有个三岁半四岁，也就这样，光着屁股啊，穿着一小红兜兜啊，脑袋这头发拢着一块，梳了一个冲天杵。小孩嘛，家里给这梳辫子呢分几种，一种呢就是这个木梳背儿，什么叫木梳背儿呢？就在这儿，前半拉，像那个梳子似的，一把梳子，这叫木梳背儿。这两边呢，叫歪毛淘气。那在后边留下尾巴呢，叫坠根儿。要都拢起来往上支着呢，这叫冲天杵，也叫朝天杵。这孩子就梳这么一头发，梳一小辫儿，立着。这儿呢有一红头绳的根儿，光着屁股。穿小红兜兜啊，扶着这树杈就这么站着，张着嘴吐舌头回击这个雷，这个雷是劈这孩子来的，咔咔咔，雷下来他就张嘴，一张嘴吐舌头，这舌头啊二尺长，三岁的孩子满盘才多大呀，这舌头伸出来比这孩子差不了多少，这大长舌头跟着抖楞着啊，冲着雷烫烫烫，冯天琪差点尿裤。列位，不管您多大胆儿，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你要处在那个位置上，害怕不害怕？深更半夜雨如倾盆，雷声阵阵，树上站一孩子，你也不知道是个什么，大长舌头，我的天哪，往回退啊，又坐在刚才这儿纳闷儿，就想起老道说那话来了，说你要是赶在天黑之前到通州，万事皆休，你要是天黑之后啊再回去，这事儿可有点乱，我都怕我救不了你，现在看这事儿有点可怕了，怎么呢，这刚来这就瞧见这么一个玩意儿啊，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，这么一想又惦记家中的姐姐，我姐姐没事儿吧，我待会儿不行雨小点我走，我得回家去，我跟这儿待着也不是事儿，嗯，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就觉得屋里边光线暗了，为什么呢，
这个蜡烛啊需要剪花了，这蜡烧的差不多的话，蜡油一堆，那火苗小了。过去说呢，剪烛嘛，就拿把剪子得剪一下，一剪那火苗就大了啊。他说没剪的，和尚，不远，你有剪子吗？剪的这灯花啊，你刷碗去了？不远，剪灯花啊！连喊了好几声，和尚没搭茬儿。身后有人说话了：“我给你剪。”好可怕、啊！我给你剪。就这一声声音不高，是个女人的声音。冯天吉坐在这儿，就觉得浑身血都凉了。为什么呢？那屋里没人呐，而且坐这个位置，我觉得身后是墙，很踏实。你要说外边进了一个，那是另一说。身后来的呀，为什么说咱们跟家里边，不管是书房还是办公室，你坐那个位置，您记住了，你身后一定是墙。有的人为什么生意不好，他坐那位置身后是空的，书房也是如此，办公室也是如此，一定找一实墙坐。从风水上来说，很在意这个，就怕后边是空的。后边空的，一个是来人弄你，你也不知道是谁；再有一个后边空落落的，没有安全感。所以人一定是这样，后边有一面墙踏实。但突然间这墙说话，谁受了啊？我要给你剪啊！愣的功夫，就感觉从后边过来一个人，都没敢回头看呐啊！斜着眼儿这么瞧，就从这儿没有声音啊，走过来一个女人，也看不见正脸儿，低着个头，长头发披下来，手里拿把剪子，就走到桌子这儿了。冯天琪坐在这儿啊，这大姐姐走到这儿来了哈，拿着剪子，咔。剪这蜡烛，一剪子下去，这火苗，火苗就大了。这女的一转身，没从这边转，从那边转身，拿着剪子走了。冯天琪坐着缓了半天啊，谢谢啊。真害怕呀。那个你是谁呀？ 愣回了一下头，你谁？没人，也不知是从墙里边走出来的，是天花板上下来的。哎呦，你谁呀？问了句你谁，好像是墙里边说了句话，我冤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！再一回过头来，这灯花变了，蜡烛那灯花啊，橘黄色、橘红色，火苗的色儿呗，是吧？但突然间改了蓝的了，蓝里边带着绿，绿里边带着灰，而且紧跟着就大。你想，一个火苗也是这么大。突然间腾一下子得有一拃，顺着一拃还往上走，比这蜡还长，这么大一灯花，关键色儿不对呀、啊，蓝吧唧的呀，蓝吧唧绿吧唧的，整个屋里的颜色变了，这恐怖成分一下提高了，真的，一个是颜色，一个是声音，最容易把人带到那个害怕的状态，就跟你跟大家看的鬼片似的，多恐怖的鬼片有一多半是因为音乐，你真是你再看鬼片的时候，你把这音乐你换了，当当了当底当里个人当，一点都不可怕，你能看乐了，这就是突然间蓝了，哎，别闹别闹别闹，说声别闹，突然间隐隐约约闪现出来。就这蜡烛里边出现一个人脸，
他那状态是一张女人的脸，这个脸愁眉苦脸的，说还流着眼泪啊，说话了，我冤，不是他冤吗？怎么你也冤呢？就这一句话，逐渐的这人就没了，那又变成刚才这火苗了。洪天吉坐着就受不了了，服务员，快来，我冤。是冤呐，吃你俩馒头再吓死我，我冤呐，我冤呐，正喊着呢，门开了，刘打外边，惠安进来了，啊，不然手里拎着一挂东西，有心脏，有肺，有肠子，有脾，有胆，整个一挂下水，自个儿拎着，衣服开着，这儿打开膛，肚子里边什么都没有，惠安进来了，我也冤。咕噔一声，惠安坐地下了，咕噔一声，冯天吉躺地下了，窝不了，站起来扶着扶着桌子站起来，腿都软了，冯天吉觉得这腿啊湿乎乎潮乎乎，连鞋都湿了，尿了裤了啊。惠安进来的时候是一进门把门推开，然后人进来了，我冤，然后躺在地上，这门开着呢，全身的劲儿都搁在这儿了。冯天齐飞一样的打这门就出去了，那个这泪声双翅，兔子都是他孙子，快腾就出去了。出来之后外边下着雨呢，这一出这门槛本来就半，外边有水有雨，这脚没踩住，咣叽就躺地上了，躺着一抬头，整对这树，树上小孩正扶着枝子跟这雷打架呢，吐了舌头，汤汤，就这会儿功夫，小孩回头看看天齐，你好。冯天齐心说，我要死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，我的个天哪，站起来往这边就跑啊，往前走。为什么这边跑呢？因为这边前面有间屋子亮着灯呢，心说这屋可能还有别的和尚什么的，这救救我吧，哎，往这跑。这一进这门，刚才进之前是觉得这屋亮，一进来这屋灭了，不知是灯啊是什么，反正就突然间黑起来了。哎，别闹啊，这我跟你可不过这个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外边这雷呀，咔咔闪电，借着闪电的光芒，就发现这屋房梁里边吊着一死人。冯天金说：“这怎么弄？谁有刀给我一把呀？我扎死自己也好啊！”这次一进门就看见这个了，一转身又出去了啊，就蹲在门口台阶这儿，倚着门啊，哎呀，我不聊了啊。看对过，它是两排的房子，这边一溜，庙里的房子知道是吧，这边一溜，那边一溜，整当地是广场似的啊，这当地大树什么的就这样，它是在这儿，就瞧人对过那房子，对过那房子门口摆了一张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姑娘，哎呦这个漂亮啊，又狗狗又丢丢。哎，我这主要是形容人好看，就是又狗狗又丢丢啊，因为这六个字能省去好多的麻烦。简短截说，这姑娘长得好看，坐在这儿啊，拿手扶着腮看这天儿呢。冯天齐坐着纳闷儿，怎么庙里边还有美女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纳闷儿。他也抬头，一抬头有一个雷下来了，咔，也不怎么这么巧，就觉着打中了冯天齐的眼睛，打在右眼上，咣当个人就扔那儿去了。大约有这么二十来分钟，还缓起来，眼疼的都不行了。哎呀，绝了得了，我恨你毛毛。干嘛恨他呀？那准是你的事儿，知道吗？
哎呦，要没有你我不至于这样，这不要了亲命了吗？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啊？强挣扎站起来了啊，捂着眼睛往这边走。走到这个刚才惠安摔倒那屋里边，打着门口过，惠安站在门口呢，知道吗？哎，进来进来，我就不进，你别害怕，我没事，我刚才打这过呀，那小孩啊跟刚才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？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。天琪开始没注意，这会儿再看呢，这孩子有一个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这个顺着这个尾巴骨啊甩下一个尖儿来，这个尖儿从树上甩到地上啊，张着嘴吐舌头跟着雷打架，这尾巴甩在地上啪啪直起火星子。不然说我刚才从这过，他那个蹭一下的那尖儿给我来大开膛，你说我冤不冤呢？哦，你那个你这个下水都哪儿去了？我搁在里边，我现在这拢着点，我怕它掉出来。哦，这事闹的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进来进来，外边有雨。就给冯天琪拉进屋里来了啊！俩人坐在这儿，一瞧这惠安呢，可能是五脏六腑放好了啊，然后自个儿衣服在外边裹着，这搂着啊。天琪看看他，可别掉出来啊！掉出来啊！那这回你算行了，你这个修炼算是成功了。惠安说：“我这有什么可修炼的？你以后可以卖卤煮去啊！你都认识了，什么对什么的是吧？”哎，我说惠安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今天这庙里到底是怎么了？惠安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瞧见别的，就瞧见树上有这么一孩子。你没瞧见，我瞧见了。你这屋里边有俩大姐姐啊。”可冤枉了，你那边还是坐着一个，屋里还吊着一个，你解释一下，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活动啊？这是啊，这不就把人吓死吗？现如今咱想一办法吧，咱俩人不管怎么说，咱不能死在这里头啊。我问你，你有办法吗？不然想了想，为什么要这样怕吊出来啊？哎，这个，哎，你身上带没带着钟馗的画像？干嘛用？辟邪呀！钟馗吃鬼捉鬼，捉鬼的状元，你要是有他一张画像就行了，你打开全退，你净说这没用的话，下这么大雨油也湿了，对不对啊？哦对，哎，你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黑驴的蹄子呀？没有。那个白公鸡的血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个，哎，八卦镜有没有？哎，你出门不带这些东西？废话，谁知道出门遇那么些鬼啊？我哪遇着这个了？我就问你，就是碰见这么些鬼，现如今咱们还有没有办法？那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大声的喊救命啊！来，我带着你，救命啊！俩人一块儿扯破了嗓子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一喊救命，有四个字叫从天而降，由打上边呜。你说飞下来的也行啊，你说掉下来的也行啊。来了这么一位，嘡啷一下就出现在面前，站在这儿，我来了，我救你们。冯天琪感动坏了，猫猫。还得是你呀、啊！哎呦，真好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半天了，啊，我刚才就站在这房顶上观察地形。你们俩一喊我没站住，差点没摔死我啊、哦！那什么，你带着钟馗的像了吗？没有啊。黑驴蹄子白公鸡的血没有啊。把挂镜没有啊。哎，你上这儿来，咱仨一块喊救命啊。老道气坏了，别跟添乱啊。我带这玩意儿，你不是你什么都没带，这怎么救我们呢？有我呢，
别着急啊啊！来，慧安，我先给你弄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把这个衣服打开。慧安说：“我刚割好，有我呢，知道吗？放心啊。”冯天齐劝你听他的没事，他有两下子可以的啊。要不然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他，就这个房掉了，非摔坏了不可，知道吗？这就是神仙啊！解开，解开，慧安解开了啊。这老道，我告诉你啊，千千万万别害怕，哎，也不疼，有我呢啊。一打开这胸口，呼啦，掉了啊！那事儿闹的啊！来，我给弄好了，都搁好了。一对这皮，也不知人嘴里念的是什么，反正是有咒语吧。叮当了，咚当当当当。哎，拿手一摸，平整了啊。嘿，道爷，您真诚啊啊！嘿，您瞧我这好了，没事不叫事啊。这个有这个需要，随时找我啊。有这一回我就够了啊。穿好了吧，慧安把衣服穿上。和尚，你叫慧安呢？是啊。你自从开完堂之后到现在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委屈了？我从小到大我也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老觉着委屈，有时弄着自个儿就哭一包。可是刚才这一下之后，我突然间觉得我可阳光了，是吧？老道乐了，那就对了，这一肚子怨气全都走了啊，挺好。你得谢谢外边这孩子。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孩子，你这孩子丢了，嘿。三人站起来了，站在门口。哎呦，哪儿去了这个？这孩子没了，嘿嘿。你也瞧，我也瞧啊。那俩人瞧是瞎瞧。你想啊，冯天齐也不懂，慧安是凡夫俗子，就老道瞧了瞧。那家伙真聪明啊！哎呦，跑后院去了。你这事儿闹的啊，天齐，他认识你？天齐说：“对，刚才跟我打招呼来着。”他那么忙还顾着回头，你好啊，我认识他。他是谁家孩子啊？老道乐，他不是个孩子，他哪是孩子呀，他是个妖怪。哦，说我可爱听这鬼故事了。哎，毛毛，你就不能客气点吗？哎，阿长，这小孩是谁呀？这小孩，哼，这小孩是一个2000年成精的一个金头蜈蚣。蜈蚣都知道吧，一种大虫子啊，前面的脑袋瓜是金色的，带着钩带刺儿，很厉害。他认识你？他怎么会认识我呀？嗨，他呀是在你们家长大的，当初啊你爸爸杀猪得在你们家那块地上杀，猪血把地浸透了。你想想，你爸爸杀了一辈子猪，多少个猪血浸的那块地，就因为那块地适合它生存，这蜈蚣一直在那儿喝着猪血长大的。后来你姐姐出门子，老王上这儿来过嫁妆，摔倒了，肩膀撞了地上，他从这儿才出来，在老王这肩膀这儿囤了些日子。后来夜里闹女鬼，这女鬼一抓给他抓破，他跑了，这才出来。他觉得到了他出世的时候了，所以呢躲在这儿。为什么躲在这儿呢？他今天来渡劫。什么叫渡劫呀？这个你要从特别专业角度说啊，这个挺麻烦。你简短结束啊，比如说不管是动物啊，什么昆虫啊，甭管什么玩意儿，修炼。他不想当动物了啊，本来是个猪，他想修炼成野猪啊，那就是丢了。我们换一个说法啊，比如说我这扇子吧，我这扇子啊，本来是个扇子啊，突然间有一天他改了，他觉得他做扇子委屈他了，他要当养挠啊，没志气的玩意儿。嗯，那么他要成大罗神仙，他要修炼成仙，甭管成什么仙吧，他修炼了，到了500年之后，这把扇子就了不得了啊，各大拍卖会就都去了。
成仙了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逆天而行。你的命就是把扇子，你非要成神仙，老天爷不容。不容怎么办？你就有一场劫难。一般来说，雷不正神等着你呢，一瞧你差不多了，就拿雷劈你，给你劈回原形。所以说动物修炼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包括有的动物呢，修炼要过好几道关，最难的就是童子关。蛇，一条蛇啊，普通的蛇比如说活个几十年，活个上百年，它这蛇一活活一千年了不得了啊。然后呢再到田里玩，来孩子搁在手里边揉揉踩啊。如果没死，你这关就过了。如果死了，那就没办法。这些动物不伤害小孩，包括到今天，有的时候你到农村去，有的孩子玩蛇，玩这玩那个，大人不让拦着，为什么呢？说他过关呢，这叫童子关。如果没过去，那就活该。过去之后继续修炼，到多少年了，要逃口风，这都是渡劫。口风，这个蛇变蟒，蟒呢变蛟，蛟就是类似于龙，但是没有犄角，有的是有一个犄角，这叫蛟。说蛟龙蛟龙的嘛，说这东西走蛟了，什么走蛟了，就这蛟要出来了。这过程当中它要变龙，打这一出来，有的是直接找人问，你看我怎么样，哟，这再来一条龙。有会说了，您那这个是龙就下海，得道就升天，有这么两句他就算成了。当然之后他再报答你那是另一回事啊。有的人直接就飞，一飞起来底下老百姓喊，哎，这有条龙嘞，他就成了。这叫逃口风，先有一个名，然后再有一个实，这是民间传说。就怕这个，这个好家伙，这修炼多少年了，一个蛟要成龙了，到田地里哗一转悠，碰见孩子，哎呦，快看那蛟皮管子！这两千年白玩，一倒霉孩子给你毁了。当然，在民间来说，讨口风最多的是黄鼠狼，这是最多的了啊。他弄弄，要不然就戴个小帽子啊，能站起来直立行走，哪儿找一草帽他顶着，弄个棍儿拄着啊，到田地里边来，你看我像个人吗？不管谁来这么一句，哎呦哇，好，你是人了，就这一句他就成了。当然像这种事情很多，经常有那个啊，这来了，这咱们听他们聊天，有这个老先生跟我讲过啊，这个说相声的唱戏的上农村演出去，晚上前边地头哪找地儿搭台木，睡就睡那台上，睡半夜来黄鼠狼啊，戴小帽子拄一棍儿，别睡了，起来看看，你看我是个什么？这说相声坐起来了，我看你是个王八蛋。要不我们这行成不了仙，就在这儿呢，嘴太损啊。这事情很多。那么今天这个金头蜈蚣是在这儿前来渡劫，但树杈上跟这雷打架，就是这雷不正神要劈他。为什么说一句你好？他认识丰田奇啊，他在他们家度过了童年，对吧？就所以他知道他你好啊。田奇不认识他，但这会儿雷是越来越大，这蜈蚣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跑到大殿里边去了。真聪明，大殿里边什么呀？老佛爷也在啊，孔圣人也在，道教的祖宗也在，他趴在了孔圣人的牌位上。机灵，雷不正神，你能劈吗？能劈孔圣人的牌位吗？所以这雷围着大殿来回的转，就下不去这雷。谁看出来了呢？老道看出来了。天奇，这个故事听明白了哈，这蜈蚣是你们家的宠物啊。啊，怎么着呢？啊，现在啊进了大殿了，趴在了圣人的牌位上，他到底死不死是他的造化，但是咱们需要替天干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把他从大殿里引出来，去吧，去吧，你会成功的。老道说我成功不管用啊，他是你们家的宠物啊，所以这个事儿就得应在你身上。
知道吗？我害怕，我跟他不熟啊，我跟他不熟。不是，你啊，帮个忙，你把手伸出来，我给你写个字儿，画个符，完事你到大殿门口举着让他看，他一瞧见呢，他就跟着你出来了。他出了大殿，雷劈不劈他，死不死，那都跟你没关系。那写的那个惠安手上，他不行，他回来就万一雷一下来，这又震开来，弄一地不好看。不是你自己去不行吗？我给你写手上，你不会呀？你先写地上，我照着画，你别来这套。我跟你说，你的命中应该做这么一件事情，这以后都有说道的，听见了吗？举手来。好吧，事已至此，听人家的呗。丰田齐举着手啊，老道也不是跟哪儿变成敢比来哈。上，这举着啊。好吧，就算对吧？对不对？到底就算对吧？行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几乎没有什么误差，有这么一块我就完了。这雷要劈着我，你放心啊，你就站在大殿门口举着，哎，只要一举着，他一瞧这个，他就跟你出来。他出来，你往后退，你看他一出了大殿，你扭头就回来就行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回来他怎么样，咱们就不管。如果说他命中注定有此一劫，把他劈死了就拉倒了；如果他命大，他能逃开了，日后再说。什么叫日后再说呀？他逃开了，他缓过来不得找我来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啊，我给你写的东西他不知道是你啊，放心吧。好吧，这俩人簇拥着丰田齐来得了大殿门口，举手举手，这手一举起来，这俩手心烁烁放光，这冒光，透过门口一瞧，圣人那牌啊很大，孔圣人牌位啊，在牌位上边盘着这金头大蜈蚣，真聪明，从外边这雷咔咔他就不下来啊，不下来，熬到天亮雷退了他也就没事了，真灵啊啊！就这会儿突然间瞧见大殿外边一阵金光，这蜈蚣这脑袋一糊涂，顺着盘就爬起来了，爬起来到地上站起来了，两米来高，很可怕，列位，你说这个就跟蟒蛇似的，你看跟地上爬着呀，你并不觉得怎么着，腾腾一起来这样，跟电杆子似的，还往前走，这多瘆得慌！这好家伙，两米高，大蜈蚣，金脑袋，烁烁放光，啊，迈着步往外来，他这个迈步可吃力了，为什么腿多？简短截说，一步一步的就往门口这来了，丰田齐举着，差不多了吧？走吧，怪瘆得慌的，他怎么奔我来呢？老道说，对呀，你那手上画那咒是吸引他出来的啊，往后退，保着天齐往后退，退来退去，眼瞅着这蜈蚣出了门了，刚一出门就这雷呀，一声紧似一声咔咔咔，仨人扭头就跑，不敢回头看这蜈蚣死没死，咱们回头再说。单说这三位啊，攥着手，尤其丰田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回来了，就回到刚才那屋，一进来往这一坐，一身的透汗。哎呀，老道，好像你坑死我了，他会不会记住我呀？当然。你放心啊，别看咱们仨人站那儿，他那眼睛里只有你啊，他会记住的啊。看吧，看以后能怎么样。哎，老道，你缺德了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把那个水啊倒到手上，赶紧擦，擦到身上了啊。哎呦，我的天爷！哎，我说老道，说了归齐，今天晚上怎么这么热闹？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姐姐生孩子呗。不是，我姐生孩子是家里的事儿，待会儿我去，你先说说今晚上在这儿，你包括刚才惠安这大开堂，你说他不委屈了，这都是
都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说来话长。不然天齐，我先问你们两个一句话，相信不相信人死后能够转世投胎？不信。哦，那没事了。你不信，我还跟你们俩说个六啊。惠安说，哎呀，道爷愿闻高见，我现在可佩服您了，尤其刚才您这外科手术这个啊，弄得多平整，原来我这有几个痦子都给我糊了没了啊。到底因为什么呀？我之前我不知道，可能从小开始吧，就委屈啊，老觉着别扭，老想哭，现在突然间特别的敞亮，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儿？为什么会有今天晚上有此一劫呢？老道叹了口气，哎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惠安呐，往上倒这几辈儿上去，你每一世都是个和尚。哦，这我是怎么爱上这份工作的呢？这里有一个故事啊，再往前跟你这几世没有渊源，得从唐朝开始。唐朝的时候你是个和尚，你的法名叫辩机。旁边冯天齐乐得都不行了，他变了个机。哎呀，哦，你原来变了，你就别跟人搅和。道爷，您看他说的，你这天齐，你不别掺和啊，还没到你呢啊，还没到你呢。辩机，辩论的辩，机器的机。15岁出家，浙江金华人，在唐朝的那会儿算是个高僧大德。贞观19年，唐玄奘取经回来。唐太宗李世民选了9位大德高僧翻译这些经卷，这9位和尚人称为九德呀，九德之首就是辩机。包括玄奘法师出了一本书《大唐西域传》，到今天还有，那个书就是玄奘口述，辩机执笔，他算是玄奘的徒弟。那没有人不佩服，在大唐朝那是风云一时的和尚，长得也精神，很漂亮。他当时在骊山脚下搭了这么一个茅屋草舍，在这儿念经。有一天骊山脚下来了一伙打猎的人，谁呢？高阳公主和自己的丈夫驸马房遗爱。唐太宗李世民呢，趁不少了闺女儿子的，其中就有这位高阳公主。高阳公主跟这驸马呀，这种婚姻呢，它属于是政治婚姻。房玄龄的次子，朝里的大臣房玄龄啊，二儿子房遗爱，结了婚了吧？皇上想的是为了巩固政治，但是高阳公主瞧不上这位驸马，房遗爱为人粗鲁，也不爱瞧他。可是呢，他挺愿意，你看最起码我老丈人是皇上啊，甭管怎么着就凑合过呗，挺好。没事的时候公主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说咱们打猎去，走，收拾东西，这就出来打猎。就来在了骊山脚下，这一打猎碰见了有一和尚叫辩机。一说这名字没有不知道的，公主吓一跳，哟，这不是公主，这是啊，这老妖精，这是，反正就是看着很开心，聊聊天吧。这一聊天，谈吐之间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公主爱的都不行不行的了。回头瞧这驸马，恨不得马上就杀了他啊！爱看这和尚，又有学问，又年轻，长得又精神，又是当时的风云人物，而且这个玩意儿。您记住了啊，这个人他首先是动物啊。为什么说用
这个男的这个女俩一见面爱的就不行了呢，人首先是动物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我就怎么怎么样，这就对了。至于说俩人感情如何，那诗人的事儿啊。爱上了回去没几天就跟驸马说还想打猎，去呗。又来到那儿，就在山坡上搭了这么一个帐篷，公主要跟辩机法师面谈佛法。驸马说好，我负责放哨。兵丁们后退30里，就留下两个贴身的宫女儿啊。山坡以下，驸马拿着刀跟着把着，谁也不许过来搅和。在这帐篷里边俩人聊天呗，是吧？你瞧见过大老虎吗？反正是有一搭无一搭，到最后两位在这里边就好上了。没想到驸马很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公主这事儿之后呢，赏给驸马好多的美女，说以后你不累回家就别回来了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有的是钱让你花，你怎么开心怎么来。驸马乐得都不行了啊，买好些东西，我谢谢这和尚。辩机，你受累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有人说这可能吗？胡说八道吧。列位，这个在唐朝的时候，尤其是李唐集团啊，就是这皇上这家啊，他们受很多胡风影响，所以说不像一般的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王朝，他把这些东西看得很轻。你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跟儿子高宗李治俩人一块搭伙使用武则天，你怎么说理去？对不对？这武则天啊叫武曌啊，啊最早是伺候着李世民的，跟李世民那儿，有一天李世民得病了，高宗李治入宫问药，就问爸爸您好点了没有啊，给伺候着端个水什么的。他说伺候完了出来要洗手，武则天当时还不是武则天呢，武才人拖着一盆跪在这儿让太子洗手，太子洗洗手，太子一瞧，呵呀，这盆架子太好看了啊，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啊，哦，这真好看啊，好看是好看，手里有水啊，拿着水一掸，啪，水珠就掸在武则天脸上了。武则天张嘴说了两句话：未曾锦帐风云会，先慕金盆雨露恩。你这个有文化的人到哪儿都容易成事儿啊。未曾锦帐风云会，我还没跟你睡觉呢，先慕金盆雨露恩，这是王子对我的赏赐。你这有文化啊，你要是换一其他的，你干嘛呀，闷得我一脸，那这日子就过不了了。李治就爱上他了，所以后来父亲一死了，先把他送到白马寺当尼姑，找一节骨眼又弄回来，那很正常的事情。你包括这个玄宗李隆基跟杨贵妃啊，你说什么七月七长生殿，你得先说前提他是他儿媳妇儿，那俩人也真挚的爱情。唐肃宗的女儿那位公主没事坐车上民间游览去，瞧见哪个小小子好，来快来躺会儿来。有唐一代26位公主再婚，三婚的有3位，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，李唐皇室这些事儿不叫事儿。所以说辩机跟高阳公主俩人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啊，好多人都知道，李世民不知道，皇上不知道。要说起来无巧不成书，本来这个事儿天衣无缝，为什么驸马都很开心，外人怎么能知道？倒霉就倒霉在这儿，就这一天闹贼了。死之前自己叹了口气，天作孽犹自可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愿我来生来世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和尚。
这雷劈之后，你现在是阴阳眼，左眼看人，右眼看鬼啊！我给你道喜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这东西见了风就长，刚才这么大，一会儿功夫那么大，慢慢越来越大，到最后突然间眼前一晃，变成一小孩。红天去看看姐姐，你解释一下。小孩说话了，你敢？你这个秃子！站在这儿举着手，你滚滚三下，贾冬云、更多相声音频下载请百度搜索捧逗网。